我想在接电话之前哈，请导播再帮我看一下这个相片，请专注在那个翁启慧的女儿这一张，好，就这一张，好，把它放大来看一下。你觉得这张相片看起来是几岁啊？应该像16岁、15岁吧，青少年吧。对，所以他一定要把他搞的是15、16岁的样子，所以才能说哦，你看，你未成年子女没有申报，一定要这样玩吗？对不起，我忍不住笑场。他把他画得很像日本那 AKB47那些小女生。哦，我懂了。这个苹果日报卖报纸也卖太辛苦了吧？我在苹果日报的大楼里面哈。好，来这个新北市的张小姐，张小姐你好，你在线上。新北市的张小姐。好，来台中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你在线上。是，王先生。好，我怎么？你好，谢谢啊。那个，德国总统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哦，在习近平的面前，他说你中国人，中国政府是不合法。统治整个中国大陆不合法，践踏人权。啊，台湾中国国民党比中国共产党好一样啦，都对老百姓都是滥捕滥杀哦。啊，那个官大官小官，就是他们贪污，叫做历史工业啦。我说呢，那个历史工业连小偷切到强奸杀人，都是自古以来都是历史工业。马英九该像那个陈水扁一样啦，那么俩去乖啊，换你放外小小点好啦。好，谢谢王先生哦，这你可能讲出了60%到70%的我们民众的心声哈。台中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你在线上啊。你们讲这个翁启慧的事件啊，我跟你们讲，这不是重点，重点2005年1月我在台湾破解 SARS， 2007年2月、翁启慧找我说要合作奈米医学，他不懂奈米学，因为是美俄德法中五国争霸战，全世界最尖端的医学。然后在台中国中，在那个中央研究院记忆体中心，张家崇博士因为已经是国防大学预防医学所的 P4， 他还退役，由到中央研究院翁启慧。然后整个测试完，当时我说溜了嘴，我跟他讲说奈米学对乳癌治疗，因为乳癌分两种，一个 TP53 基因正常，一个 TP53 基因异常。奈米学可以启动 TP53 基因正常的癌症，也就是说妇女得到乳癌不用死也不用切。还有我告诉翁启慧说你的抗生素在美国会被打掉，因为你对抗万古霉肠道球菌感染没有效。他一测试完以后不跟我玩了，全面封杀我。2011年4月17号我到北京中国国家科学院，他们把内部资料全部给我看，说这些人怎么围剿你。我告诉汪先生，全世界的干细胞治疗法我举世突破，我上等蔡英文女士给我最后回答，北京当局等我等了6年，我不想把台湾造成天崩地裂。美国 NASA 美国国防部还在研究奈米学，连门都没找到。我可以告诉你，帕金森症第5期台湾人体病患全部逆转回来。我想请问一下你的背景是什么？我的背景研究奈米科技，我在台湾很有名，医药界多少人劝我，台湾所有干细胞研究法干细胞的教授全部投降。到今天的罗先生，你现在是在某个医学中心或哪个地方？我自己研究的，我个体户。Okay, 好，谢谢罗先生打电话进来。罗先生刚才的指控对于翁启慧来说，恐怕要解释是不是有些人提供你资料的时候你是蛮暗的不理解呢？好，这个爆料是我们今天新鲜听到的，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评论，我们稍后会想办法跟罗先生了解到底是背后什么事情哦。可是回到这个原点来看哦，我有几个疑点要请问一下这个曾明忠哈，因为杰明是从这个证券市场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原院长对他的研发的技术说明，那么这是这样子吗？还是曾志伟说的和商品混为一谈？所以只要任何的这个专业人士对于这个技术做说明，他们就是对商品混为一谈吗？这第一个我要问曾明忠的。第二件事，曾志伟曾是金管会的主委，那他为何解释意图影响股价？那么有对价关系吗？你有证据证明有对价关系？如果你没有证明对价关系，我为什么说他影响股价呢？疑点三，曾明忠说这些资料是有人检举的，账户背后呢不单纯。那如果你不是跟记者说吗？你怎么知道你没查？那请问一下，你查了什么？你不要说不单纯嘛，把你不知道讲，把你知道讲出来，为什么不讲呢？曾明忠，你为什么不讲呢？好，另外一件事，他说
这些资料是有人向他检举的，账户背后不单纯。那我要问一件事，你怎么知道不单纯呢？证据在哪里吗？这个不单纯跟翁启惠有关吗？好了，曾明忠看起来正在打一个标准的政治的模糊球，而曾明忠本身不是曾主委吗？一个金融业的人就是一加一等于二，一点零加一点零等于二点零，这是金融业的一个准则。你怎么讲了一堆我听不懂的政治语言呢？对，杰明讲得非常好，因为你刚刚讲说他在打模糊球，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他们这真的是在打乌贼战，就是说很多事实你们都故意忽略不去看。首先我们从几个部分去讲，因为今天最严重的指控叫内线交易，然后我们看几个内线交易的他的那个判断的原则。因为内线交易是怕说你公司内部的人你知道重大消息了，然后呢外界不知道，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先去买卖股票，不管你是放空或是做多。那他为了避免内线交易，我们看他的几个条件。第一个，他限制说该公司的董事、监察人、经理人。那请问一下，翁启惠是董事是监察人、经理人吗？不是，他都不是嘛，所以他也不适用在翁启惠身上，也不适用在翁启惠女儿身上嘛。第二个，持有该公司股份超过10%的股东，是10%哦，不是十大股东，对，没错，是10%哦，因为翁启惠的女儿持有股份基本上也没有超过5%，所以他根本不会是有10%，所以翁启惠跟他女儿是不是适用这一条？也不适用。第三个，基于职业或控制关系获悉消息之人，那这个要求要有对价关系。那请问一下，你到底凭哪一点知道，就是说翁启惠或翁启惠女儿在这上面有对价关系呢？没有嘛。所以你再看下面的条件的部分，像这边在谈的，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这些以上这些的，他的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及持有该公司超过10%的股东等人持有的股票，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哦，注意看是未成年子女哦，利用他的名义所持有者。那这个部分你去看，翁启惠有吗？翁启惠没有嘛？那翁玉秀有吗？翁玉秀成年了耶。没有，根据苹果日报那个画面看起来16岁。对，但他其实年实际年纪，他其实跟我同年，你知道吗？我知道啊，你39了。对，你也看不出来。他跟我看起来只有18。啊，真的，没关系，那个不要急，我慢慢讲，因为这个法律的东西哦，对观众朋友会一时受不了。你要跟我解释一下说，说现在他们在罗制一个罪名，这个罪名叫做内线交易，而你刚才拿的这些法规里面，似乎跟翁启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对，这没有错，就是说我们今天让大家看客观的事实是，他其实跟内线交易的部分，就今天你要扣他这个内线交易大帽子的时候，你要看他跟这条法条内容其实大部分几乎都是没有关系，甚至全部都是没有关系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再看好了，他们指控有几个，说他图利嘛，对不 对, 对，然后说什么这有赠与税的问题嘛，说什么哎你这么年轻，你的钱从哪里来，为什么30几岁就有这么多的身价。好，如果今天在1998年人家就设立公司，因为我们知道翁启惠是2002年才回到台湾来，如果人家在1998到2002这段时间就赠予给他女儿股票的话，因为这其实是合法的嘛。那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课税机关非常的强大，根本不可能让你有逃漏税的空间，你很难。所以如果他有超过那个额度的话，他一定会课你税。如果是在免税额度之内的话，其实本来也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赠与其实是如果是合法的，然后我们刚刚都知道他是什么呢？就银眼良在2012年的时候拿出了2.6亿美金去买了美国 Optima 在台湾浩鼎43%的股份，所以原始的美国 Optima 是不是已经拿到6000万美金了？然后呢，同一年到隔年的时候呢，美国的 Optima 把自己卖给了一家叫 Cubist 的这家公司，是卖了多少钱？卖了5.35亿美金。那5.35亿美金，所以你就知道这些 Optima 的原始股东得到多少钱，大概将近6亿美金去分配。对，所以6亿美金相当于大概就180几亿台币。对，你即便今天翁玉秀只有1%的股份，都有相当于台币1亿8千万。所以你要回答他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是问题吗？麻烦你再把这句话讲慢一点给我们观众朋友听。你是说，其实他们总共整个包裹的金额是6亿美金？对，6亿美金总共是有180亿台币。假设你拥有1%的股份，那是多少钱？只是你只有1%的股份，都是1.8亿这么庞大的数字。所以1.8亿，那对3000张是多少钱？3000张是9300万。所以钱从哪里来？不是姐告诉你钱从哪里来的吗？这答案不就已经是？对呀、啊，很简单的算术问题。所以我们这2-3天一直在问说，郑明忠曾主委，你还是金管会的主委，你对数字概念，刚才这个徐清煌已经讲那么清楚了，整个金额是6亿美金，折合台币是180亿美金，你只要持有1%的股权就是1.8亿，那买9000万的股票有这么困难吗？一定要打它是内线交易，有这个所谓的对价关系，意图对股市产生影响。好像你即便检察官呢、欸？对，而且翁启惠，因为我们在看美国证券交易，他那叫证交会的资料的时候呢，看到就是翁启惠本来也因为他是原始创办人嘛，所以他有5%以上持股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回推到我们刚刚的交易金额，他在移转股份给他女儿，你怎么想？
都有个九亿以上，他要拨给他女儿多少，我觉得那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你今天在谈说他女儿有没有资金这件事，这是一个假议题，因为他一定会有钱。所以今天王玉敏在问他说钱从哪里来的时候，我告诉你，钱就是从这里来，请你回去看当初美国 Optima 他们怎么卖掉的这些交易资料。真理是越辩越明。我们从所谓的学理上面，翁启慧说法跟其他的学者说法并没有差异。我们从金额角度来看，似乎这金额绝对是超过这个金额，九千万绝对超过这个金额。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好，我们从所谓政治的角度来看，哇，马英九斗这件事情肯定很积极。等我要问一下年华，为什么马英九要这件事情要插进来呢？可是我在问年华之前，我先问一下金兰哦，来，翁启慧有洽购的意愿，这样有错吗？好，那么原始股东殷野良从原始股东就是指的是这个翁玉秀，他从这个殷野良手中再买回31% 的31元的买进3000张股票，这样也有错吗？好了，为什么谢金河说这件事情会变成政坛核爆？因为这里面的复杂性非常大，原因是他在解盲的前一天，大家也看到股票往上冲。那解盲以后的记者会，翁启慧说了一些话。那后来，我们看到蔡英文去生技产业的走访当中，似乎也给他打气加油。那这一切，我想，杰明也很清楚，生技产业作为五大产业，是在去年蔡英文在选举过程当中，在竞选政见会上都已经讲了。所以那一段时间，你只要去，他都叫小鹰概念股。所以大家会压，因为有小英，因为有翁启慧，因为有银眼良，你再去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小 S 的公公，也是里面的股东，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个结构，你就知道这只股票确实后面有很大咖在后面做后盾，这是一个。那后来也看到他的兄弟在这里面有投资，所以他有复杂的政治关系。重点是刚刚徐清华讲了这么多，是翁启慧自己打翁启慧自己的脸。他这是昨天下午联合晚报问到他的时候，他说怎么会搞这么乱，他发了一个声明，他在这里面画蛇添足，我念给大家听。他在这里面讲，他说小女认购这个浩鼎生技股票资金的来源是本人及内人在美国法律规定的父母赠与，包括股票跟其他公司及现金给他的，但他没讲时间。但他这里面又讲了，他说他们确实有来问，后来希望问到说他翁启慧要不要认购这个股票，翁启慧没有认，就跑去找他女儿。他说这个部分小女心痛阿姨内人姐姐因乳癌不幸去世，这叫画蛇添足，那决定利用父母赠与所得的这历年的积蓄要来认购这个浩鼎生技股票，支持乳癌这个疫苗的发展。认购的当时浩鼎没有新贵，所以对于高风险的生技业难以预测公司未来发展状况。他特别讲这一句，请问一下，他是31块认购，一个礼拜以后新贵就90块，很多的台湾的那个网民跟股民说他买不到这个价钱，这个状况就是说那个时候想要上市的时候，他连81块想要去上，反正就很多人买不到这个价钱。这里面他如果对于乳癌这件事情，对于他阿姨死亡这件事情，对于一个能够治乳癌的药那么殷切的话，他为什么要卖股票？他应该等他成药上市，他应该积极，因为他有这个道德使命感，他才去投资，他觉得这个股票这个药一定要让他成功。可是3000张的股票后来没有卖，卖了嘛，现在没有3000张了嘛。如果照他这样是积极要为他阿姨，他这里面讲是有非常大的道德使命感，他的女儿是为了这个。那我们在问的是，这是不是技术股？翁启慧会说他不要，这3000张是不是技术股？不是，要不要给他转移？大家在问有没有财产申报，他爸爸不要，他女儿要，对不对？这里面有很多是不是人头的问题。我再次讲，这是他自己打脸他自己。如果他女儿为了要纪念他阿姨这个乳癌这个让他能够不要死亡这件事情，这个疫苗这个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他应该硬挺支持到底，加码加码再加码，让这个疫苗能够成功上市。我旁边有非常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求也请我要来买这只股票，所以我这只股票有点知道，有点认识。你都不能讲翁启慧的坏话，因为他们会群起抗议。他就讲
蔡英文保证，翁启慧保证，尹衍梁保证，这个状况过程当中，曾经到700多块还不卖，400多块钱，他把全家可能有的钱哦，财产啊，那这听听哎，说这要给女儿当嫁妆，他们认为他会上市，认为他的股票可以到1000多块，所以这摆在身上。那如果今天真的有6000多张，我们在这里面讲借券，在这里面炒作哈，对这些人何情何以堪？我再次讲，他们有要求我跟着进去买，所以我对这股票我还去咨询了。张思刚在做在医疗单位，我还问他说能不能买，他说不能买，因为这中间太多空，叫本梦比，什么都没有。你去买什么？买希望，本梦比。他叫我不要投资，我要说这个股票我有咨询过，他说。这个过程当中有太多的失败的几率，可是他们相信，相信什么？相信翁启慧，相信蔡英文，因为蔡英文说要做生技产业。杰明，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大的一个状况，就南港生技园区，翁启慧要回来之前，陈水扁答应他要做南港生技园区，马英九答应他要做南港生技园区。其实我们北投就有一个生技园区，我跑新闻的时候。马英九在的时候，他北投就有一个生技园区，还弄了一个南港生技园区给他，国防部的地，记不记得？还有人去跪湿地什么什么，都弄了一块地给他。去年是不是因为陈建仁这个 delay， 结果还吵架，中研院跟马英九还开杠，还吵架。就大家在看生技是不是台湾下一个可能产业，基于很大很大的本梦比。那现在搞成这样，难道不应该划清界限吗？还有。长期以来，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被摆在神坛上，这是个事实。包括李远哲都不搞这些，摆在神坛上。我再次讲，过去都摆在神坛上，现在走入凡间，弄到这些看起来有污泥的这个状况，大家要回过头来讲，中央研究院要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过去通通摆在神坛上，今天要走下神坛，弄到这么一身泥，大家要看学术跟我们在育成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界限要在哪里？我刚刚讲这么多，还有我们的中央研究院是在总统府之下，请问一下翁启慧为什么第一个回来不到总统府去报告，要跑到立法院去报告？他难道不应该去跟总统府报告一下吗？中央研究院隶属于总统府之下，所以这今天大家在讲这些到底体制在哪里，怎么会搞成这么乱？我再次讲，翁启慧被挤牙膏，一点一点被挤牙膏，他没有诚实的讲出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今天告诉大家，他女儿是为了纪念他阿姨，所以要去投资这个疫苗，这个股票，那他就应该坚定支持，加码加码再加码，让这个疫苗成功，才能完成说他阿姨过去死掉，我们要造福更多人。可是没有，谢谢他卖股票。现在既然这么说，其实我们知道浩鼎累计亏损，他一季可以亏到3块钱，其实公司都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所谓的杀钱的一个企业，那敢去做这个投资，我当然要心里有些准备哦。那么从2012年到2015年的现在，没有一季是赚钱，每一年的亏损都将近1块钱呢、啊。提供以上资料，等会因为绿委说要马英九把手这个拿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进个广告。